别加蛋了，调后。头壳的，骨壳的，哎。你是在绑礼物哦？是啊，把你绑起来。稍等哦，若是看到条件袂歹的女同学哦，我就把你当作是伴手礼，安尼送出去。我这袂。等下啦，拢几岁啊？捌交过女朋友？啊，你这个小鲜肉，你看到比臭铺啊？快来，99分。安尼100分呢？到底是变做安怎？你看，人模人样。我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无同款啊，今麦气势哦，完全无同款。今仔日哦，唔来互你食到回本。乖，让你变作是全场最假的查甫人，呀！进来啦！我有带阮未婚夫来哦，我家己介绍你认识。皮特，皮特是伫金融投顾做主管的，伊年薪已经超过500万了哦，而且佫无包括伊家己投资的收入哦。真厉害呢！哎，那个查甫囡仔，敢是你的同班同学啊？哦，对啊，吕安妮啊。啊，伊个人哪会看起来安尼怪怪？伊要甲李慕白介绍伊的未婚夫，啊，不过自头至尾拢无介绍着李慕白，敢那一直电讲伊嫁了外好拄外好。我知影啦，之前吼吕安妮。送情书给慕白，结果吼慕白发一好人卡。哦，不怪哦。Honey， 我想要啉果汁，你去替我倒。啊。安怎？我嫁了真好吼。是啊，你的未婚夫真体贴，恭喜你。慕白，其实我嘛是感谢你。感谢我啥？感谢你当初无接受我，那无我即摆可能阁甲你同款伫个牧场，而我的生活就敢若剩牧草、猪粪味、甲牛屎，想着就感觉足恶心的呢。啊，对啊啦，我惊你甲我婚礼水准降低，所以我就无邀请你啊。啊，不过红包会当包来啦。清楚无？你若是要等你嫁了外好拄外好，你是安怎要口说别人啊？是安怎要甲人压落底啊？啊是你认为你安尼比李慕白搁较高尚，比伊搁较有价值？你是啥？你是安怎要替李慕白讲话啊？我今麦就甲你讲个清楚，我是万代第三代小公主张子婷。这间饭店是阮姑婆开的，我的背景足高诶，那底啊嘛足深诶。啊，唔过吼，我无唱手过，因为我知影我只有靠山，我唔捌赢过别人。嘿啦，你真了不起啦，还有够安怎？这句话应该是我爱问你的，你嫁了足好诶，这敢是你的成就？你嘛是赶快要靠别人啊！你是凭啥物伫个遮遮尔啊摇摆啊？你是凭啥物认为你比李慕白搁较好？你到底是凭啥？煞煞去啊啦！爱计较，白英诶，伊甲你骂到安尼，我就是气袂过，我哪会当啥物拢无爱管啊？你问我是安怎要替李慕白讲话？因为我足佩服伊诶，伊足勇敢，足有正义感诶，
伊袂因为讲伊伫咧牧场爬牛屎，就比别人搁较差。较早的我是一个挥泪的千金，我把弄着人肇事逃逸，给人缓刑，劳动服务48小时。啊，不过李慕白无因为安尼就弃嫌我，伊顶多搁甲我做朋友，搁予我住伫银岛，陪我度过迄段上黑暗的时期。伊有这个世间上上温暖、上温度的心。你莫抓准讲只有安尼尔尔，我讲出来予你欣赏。李慕白有这个世间上上魔力的抱抱，我若是伤心的时阵，我只要找伊抱抱，我就感觉规个人够有力量。整个人更有活力，我会感觉我真的是有人关心，有人收听的。李慕白，你女朋友真的很好的，怎么会跟你学到？她只是我的朋友啦。好啦，我知道李慕白真好啦，你是说耍袂？也袂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样你的价值观会这么偏差。你认为李慕白伫个牧场，甲因爸爸妈妈斗三工，安尼就叫做无出脱了？是你目睭脱他，是你是井底之蛙。伊是一个足友好、足单纯、足善良、足体贴的人，我感觉伊足好诶。假使讲以后伊有介个查某囡仔，我感觉迄个查某囡仔是上有福气的人。优质暖男李慕白，赞哦！李慕白，美败！李慕白，加油！我也无讲，我看袂起李慕白啊！这样激动是要创啥？啊！真是无脾气！别生气啊啦！伊讲啥，我袂听袂上啊！哪有讲伊无生气啊？伊真正就无讲道理的呢！伊骂你就亲像骂我的小弟同款。卡叔讲哦，宇飞伫咧遮，我相信宇飞嘛会同款足生气啊。唔错，你讲是不是？我若是无食饱，我也记袂焦啊。哎，你拄则讲的敢真实？伫咧心内，我真正遐尼好。这拢是我的心内话呢。你甲我同款，拢有足优秀的哥哥甲姐姐。啊，不过你足乖，拢无惊骗去，无参像我，差点仔就行不着路啊。你甲我无同款，你足优秀的，一支的。多谢。多谢什么啊？紧食啦！今仔日哦，我若是无食饱，我是袂回去。我是有安尼抱过一个人啦，啊，不过无参像你讲的安尼啦。脸红啊哦！哎，你敢真正介意？啊，对方嘞，对你感觉安怎？你甲我同款，拢有足优秀的哥哥甲姐姐。啊，不过你足乖，拢无惊骗去，无参像我。差点仔就行唔着路啊！你甲我无同款，你足优秀的，一支的。伊讲伊足欣赏我的，佮讲伊足钦佩我的。好，啊哪会你嘞？你对有意思吼？我只要看到伊笑，我就会感觉足欢喜的，所以敢是假的？当然嘛是。哦，李慕白，你的初恋总算出现了呢！哇，今天足欢喜的。怕什么安怎？你是不是要甲伊表达你的心意？人欣赏我，无代表伊喜欢我，嘛真有可能就干那是朋友的欣赏尔。而且我家己嘛无确定是毋是有对伊有迄种来电的感觉。啊，你甲李宇飞感情状况哪拢共款啊？是啊，甲二姐共款啊，阮的状况，安怎淡薄共款？李宇飞拢勇敢地表达伊的心意，你嘛应该安尼做啊！袂用的啦，我若是向对方拒绝，我是无迄个面搁面对伊呢，对方嘛真有可能互我惊走去。最后是阮连朋友拢做袂成，我还是维持现状就好啊。我
看起来你是真正动心啊吼。好，大姐支持你，你着好好守护伫个身躯边。等到有一天哦，伊若是看到你，伊就会笑，安尼着啥物拢唔免惊，会当大声的叫伊做你的女朋友。但伊知影我的存在真重要，对无？对。你即马着爱亲像空气共款，就算无多感受着，啊，毋过是上重要的存在。会当做空气坐伫伊的身躯边，安尼嘛袂歹啦。啊，对方是啥啊？阿姊讲实在，袂用讲啦。袂用讲就表示我有实在啊？是啦，不是啦，你莫逼我啦，我袂用讲啦。讲啦，李慕白。李慕白要去变数。哎，啊这有。